本节目由唯美主义数位影像独家赞助播出。上一期我们分享了风靡全球的经典款 Monster Beats 耳机 DIY 配件更换心得分享以及说明，让旧耳机再造重新，赋予新气息，继续享受经典天籁美声。本期视频带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唯美视野。夏天到了，您外出呢，是不是有必备一些防晒的物品呢？没错，唯美视野呢，自己独立开发了一些潮帽哦，一些摄影潮帽。那么今天片头首先呢，我会送出一顶摄影潮帽哦，会送出一顶摄影潮帽，好、哦，这个款式的摄影潮帽。那么您只要在影片当中呢，说出为什么 Aaron 总是喜欢在拍摄的时候啊戴上帽子的原因 ，OK， 我就马上送出一顶这个潮帽呢，哦。作为一个回馈这样子哦，表示您有在订阅观看哦 Aaron 的那个唯美视野这个视频。好的，本片开始呢，夏天到了啊， Aaron 呢为什么经常要戴帽子上镜头呢？就是因为 Aaron 啊想要来换个这个发型，但是其实我要换发型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说，第一个是非常的热，而且第二个是因为我平时呢除了工作之外啊，我是非常懒得整理我的头发的哦，所以啊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说 Aaron 我的发型到底是什么。那其实如果我把这个帽子拿掉之后呢，其实你看我的头发其实很长，我头发相当的长哦，很长哦，头发真的是很长，真的是相当的长。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很懒得整理我的头发，所以我就直接这样子帽子戴上之后，这是最快可以上镜头的一个方式哦，而且也不失礼貌这样子。所以我等一下我打算我要来换我今年夏季的第一个新发型哦。那我过程当中我会把它记录下来啊，包含我变身前啊以及我的变身后这样子哦，您期待一下吧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待会准备要换发型了，那我的设计师现在还在忙当中啊，那待会如果能够顺利的录影的话，我再把这个过程把它录下来。飞碟一样，就是绕着你的头这样子在旋转，还蛮有趣的。
好的，经过几小时的改造变身之后呢，Aaron 的发型啊，已经换了今年夏季限定的一个 QQ 卷发哦。那么您觉得我这发型好看吗？有潮吗？是的，其实 Aaron 啊，相当喜欢卷发哦，因为我觉得说除了戴帽子之外啊，就是把头发烫卷哦，然后大概就上个慕斯啊，然后喷个定型液哦。然后头发就很好整理了，这样子就还蛮好打理的。然后即便呢、啊，就算我真的都不整理头发、啊，然后卷发有一个好处就是乱，然后乱起来就是乱中有型，这样子哦。那过去几小时的这个整个改造变身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的设计师呢还不错，还帮我拍了一些照片这样子，然后也拍了一些那个缩时摄影哦。来分享整个改造的过程哦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啊，在片头当中啊，您有发现我所讲的这一些内容里面有一些关键字吗？是的，没错哦。那么唯美视野呢，独家开发设计哦，这一款摄影潮帽呢，就会在本视频当中呢送出限量的一顶哦，然后颜色随机这样子哦。那如果说您有在视频里面看到一些关键字呢，欢迎你们在本期视频呢抢头香的那一位呢，我就会送出哦这个独家设计的这个摄影潮帽哦一顶哦，然后就把它送出去这样子。好的，那希望你们也美言几句了哦，毕竟我已经花了哦蛮多时间的哦在变身这样子。那如果您有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或觉得本期视频有点意思的话呢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哟。我们下次见喽。Cheers.